你好，你还没把麦克风打开？麦克风 ，OK， 可以了。我现在呢？我什么？我现在我有一个老鼠。啊，这不是老鼠，这是鼠标。鼠我给你写吧。鼠对，叫鼠标，这个叫鼠标。新的鼠标对吧？要需要写拼音吗？不用吧，应该不用吧。鼠标，说，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你有什么什么新的？我有鼠标新。啊，新的鼠标对吧？新的鼠标，谁给你买的？谁给你买的？我爸爸送我的。真的吗？真的。真的。为什么爸爸要送你呢？为什么？为什么爸爸要送你？送我，因为。因为什么？为什么要送你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以前你没有吗？以前你没有鼠标吗？以前有鼠标吗？没有，因为我以前没有。没有，到现在他才有，也没有。不是现在有了吗？现在有了，对吗？有了，爸爸给你买的。没有。啊，他没有，这个是你的，对吧？这个鼠标是你的，对吧？不是妈妈的，对吧？是吧？是。来，稍等，先过去。OK。来，我们学一下生词，这个是什么？亲爱。亲爱，亲爱的。亲爱的什么小马，亲爱的金马对吧？亲爱的，还可以说亲爱的谁？亲爱的谁也可以，谁也可以，谁都可以对吧？这个如果对这个对暑假。凉席呀，你有凉席吗？有吗？没有，我是男的，不是女的。男的也可以穿凉席啊，谁说不能穿？都可以，男的也可以穿。这个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了。因为知道了，也要。说一下这个有暑假就有什么寒假，对，有寒假，然后有什么祝，这个是什么祝？祝你生日快乐的那个祝，对吧？不用，不用不用，围巾，丹丹有围巾吗？我没有围巾，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香港不太冷，对吧？香港不太冷，对吧？来这个帽子，对，帽子，还有什么？手套，对，手套，最好，最好要做什么？还有雨伞。对，有雨伞，这个是什么？记什么记？记什么？季节？记什么？对，季节的季，对吧？季节的季。这个暖，暖和的暖。不，
这个呢？雾，雾，对，雾，嗯，太很多雾，对吧？雷，累吗？第二声，雷。对，雷，打雷对吧？天打雷的时候，我嗯，是你怕雷吗？我很怕雷，啊，怕雷对吧？怕打雷对吧？来这个，亮亮吗？凉。第几声？对，凉鞋的凉，也可以说凉快的凉，对吧？天气很凉快，凉快，嗯，凉。想想。还有，这个是干燥，还有什么潮湿？这个冰雹，就下雨的时候，那个雨水就像一块冰一样，就叫冰雹，就叫冰雹，知道吗？发大水，花花水，龙卷风。龙卷风，龙卷风，龙龙卷卷风风，啊，风很大，风很大，然后像龙卷风一样卷起来。还有沙尘暴，下沙沉尘包暴，是什对，沙么？尘暴。然后嘎呱，沙尘暴，沙是嘎，对吧？你知道吗？人知是道什这个吗？么？嗯，什么？尘是哪什个？尘吗？尘。灰尘的尘，不，我呢，不，不，嘎不，毛嘎，懂吗？那龙卷风知道吗？哪个是龙卷风呢？哪个是龙卷风？我不知道。不知道吗？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龙卷风？还没拐着吗？我念拐着吗？在这。Navy Voism，boys on the 啊，它 cosa 成滚bay hết tất cả，嗯，龙卷风，没关系，这个我们下次再给你看吧，我下次给你看这个是什么？月字旁。对，月字旁，月字旁，这个呢？门字旁，嗯，门字旁，但是不框，是在旁边，所以叫门字框，一个框，门懂字吗？一个框，框，对，不是在左边的，叫旁。啊，这个三，三点水。对，三点水，很棒。然后这个。提手提手旁，旁，对，提还是手，但是一个提手旁，我们连黑来都忘记了，提手旁，那边摘那来边改，我来弄个旁，你看谁的天啊？哪里的天气呢？哪里的天气？香港。香港的香港，香，这个是香港，不是岘港哦，不是越南岘港，这是香港。香港一年有几个季节？47级，哪四个季节呢？你知道呢？我知道，但是我怕你忘了，我要问你啊，对吧？跟大家，你就快点嘛。我你就想快点回答我很嘛！大，我不忘。啊，不会忘对吧？那香港的春天怎么样？香港的春天怎么样？很暖和。啊，很暖和，很暖和。然后有时候有什么？有雾。有时候有雾，有时候还有什么？
还有雷雨，雷吗？不是雷，雷雨。对，还有雷雨。那气温呢？气温大概多少度？25度。25度。25度，15到25度。那香港的夏天呢？怎么样？香港的夏天很热，很热，有时候有什么？台风。对，有台风。那最高气温多少度呢？33度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左右。那岘港呢？岘港的夏天怎么样？很热。也很热，对吧？有台风吗？岘港有台风吗？岘港有台风没有你？有吗？有。真的吗？真的，有时候。那最高，有时候有台风。那最高气温呢？最高气温多少度呢？33度左右。不是这个香港，我不是问这个香港，老师是问岘港，岘港跟他住的地方，岘港，最高气温多少度呢？多少？在哪边呢？我不知道，不知道，OK。有夏天呢，现在到秋天和冬天。那香港的秋天怎么样？香港的秋天怎么样？很最好很凉快。很凉快，很凉快，对，很凉快。那香港的冬天呢？冷不冷？的冬天不冷。不冷，一点也不冷。大概多少度呢？最低气温多少度呢？10度左右。对，十度左右，所以他说他觉得不冷。这是谁的？哪个地方的天气呢？北京，北京的天气。然后这是这些地方你，你坐有什么？就真的吗？不是真的，不是今天的，不是今天的。真的吗？不是真的，真的，不是真的。你看，这是哪里？哪个地方？这个纽约什么地方？对，纽约这个呢？巴黎。对，巴黎，巴黎。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冷？哪个地方冷？巴黎。对，巴黎冷，哪个地方热？北京热。对，北京热。那纽约呢？你觉得纽约天气怎么样？很不错。不错，很什么？很凉快，不是很不错。因为下雨不是好的天气，所以不要说不错，对吧？下雨不是好天气，所以很凉快。你看，怎么笑什么？笑下雨。你看他给谁？他给谁写什么？写信。
他给谁写信呢、啊？为东东。啊，他给东东写信，哪一天呢？他是哪一天写的？五月什么？哪一天写的？五月什么？五号。对，5月15号。然后谁给东东写的？谁？是谁？小天。对，小天。然后他是怎么写的？他写了什么？你好。然后他怎么说？如果你暑，你暑假，你暑假来北，香港。来什么？来香港。应该短，应该带什么？带短裤。对，应该带短裤。寒山呢？汗衫，汗衫和凉什么？凉鞋。对，和凉鞋。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为香港的啊。的夏天很热。对，很热。很热。那如果寒假来香港呢，要带什么？应该带长裤。对，毛衣和什么？和外套。这个忘了吗？对，和外套。不用带什么？要带什么？带围巾。帽子和手套。帽子和手套。因为香港的冬天不太冷。那最好带什么？最好带一把雨伞，因为有时候会下雨。对，有时候会下雨，对吧？有时候会下雨，你就练习一下，最好，我最好要做什么？最好要做什么？我也去，我。是最好。最好什么？最好什么？多捏阿哥。对啊，最好做什么？多捏了你那么个味道。最好什么？我不好看。看的不清楚，稍等哦。看的不清楚。看的不清楚。对，看得不清楚。你看这个，能看好了吗？这个，你最好什么？你最好，我穿外套。不用，今天不冷。你最好再吃一个热狗。最好再吃一个热狗。那你怎么，他怎么回答？你就帮他怎么回答？不用，热狗。为什么？热狗不对身体好。
不是不是，怎么了？对身体怎么了？对身体，对身体不好。对对，身体不好。对，那你最好带一把雨伞。怎么说呢？你要带吗？要带吗？今天不下雨了。今天不下雨了，就不需要不要带，对吧？但是你看这个天气有打雷耶。打雷不？对啊。雷闪。所以。雷闪可以吗？什么？雷闪。这个叫。不是，这个叫闪电 ，job 嘛，就话 job 嘛，能什么 job 嘛，雷。然后要带吗？要带雨伞吗？要，他说要这个。要 ，OK。他说 OK， 可以啊，谢谢，对吧？谢谢。天快要下雨了，嗯，来，你最好去看医生。他会怎么说呢？最好去看医生。OK 吗？那如果是不用的话，那他怎么说？不用？那为什么？不用。什么理由？对啊，不用不用，要为什么嘛？我已经吃药了。啊，我已经吃药了，我已经好了，我已经好多了，对吧？你最好在家休息两天。他怎么了？他腿怎么了？腿热了。他腿受伤了，对吧？对，他腿受伤了。那他怎么说呢？他最好在家休息两天，是吧？是吗？是。嗯，那他会怎么说呢？好的，好。好的，好。我什么？我知。不是，我知。你看咱做官，你跟谁来哪样？跟谁来哪样？你做什么？得啥？得别的？我知道了。对，我知道了，对吧？谢谢。嗯，好的，谢谢。我知道了，对吧？知道了。啊，còn nhớ rằng là cái phần bài ba kia hôm nọ học đã định học nhưng đã học xong đâu. Phần một chút xíu của bài 3, phần cuối của bài 3 này mình đã học xong rồi. Chị có sửa rồi mà. Sưng là sửa mà bình theo cảm mau là. Sử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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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à. Để sửa là. Cô sư mà. Cô sư, sao tặng? Nghĩa là phải học cái này một ít đã, mình mới vào câu chuyện được con. Đúng không? Mình phải học cái này một tí đã. Đúng vậy. Thêm cô sư, đúng vậy. Mình khan. Ingai. Đông thiên chui Bể Kinh. Của ingai đai sơ mơ y phủ? Mì ingai. Đai đai. 嗯，帽子，围巾，手套等等。啊，那夏天去纽约呢？夏天去纽约呢？应该带什么？夏天一般都很热，所以要带什么？带什么？你又忘了？应该带什么？夏天很热，所以应该带什么？
带短，短裤，嗯，带短裤，还有什么？凉鞋等等。对，OK， 凉鞋。那春天去上海呢？春天去上海，春天的时候，不带什么？嗯，不带什么不行哎。带什么不行？không được đâu con, mang gì là không được, đi là phải mang chứ, đã đi là phải mang chứ, đây bà, đeo tai sợ mà, đeo tai sợ mà, tai máu y,带毛衣，对啊，因为春天嘛，春天也要带毛衣，对。那冬天呢？冬天去伦敦，冬天要带什么？热。冬天很冷，要带什么呢？要带什么？凉鞋等等。不是，冬天不能带汗衫和凉鞋。冬天呢？冬天很冷哎。因为伦敦的冬天不冷。真的吗？不冷也不能穿，也不能穿汗衫呢、啊，对吧？穿汗衫的是夏天，不是冬天。如果不冷的话。像这样的话不叫冬天，叫夏天，对吧？还是要穿戴毛衣，戴外套，对吧？手套也要戴，围巾也要戴。那秋天去巴黎呢？秋天去巴黎要带什么？连衣裤。连衣裤 ，OK， 连衣裤还有。带什么？或者连衣裙呢？对，女的就穿连衣裙，男的就穿连衣裤，对吧 ？OK， 还有吗？还要带什么吗？你看，因为今天下大雪。所以我没有去上学，没有去，对吧？没有去，不是吗？因为弟弟今天生病，没有，还不到，先学好这个，先学完这个，他没有去上学，对吧？那因为什么？所以我不能外出，因为什么？这个你经常说，哎，因为什么？所以不能外出。第三个你。vì sao nhỉ? Vì sao mà không được đi ra ngoài nhỉ con nhỉ? Vì sao? 因为疫情。疫情。对吧？对啊，因为疫情，所以不能外出，对吧？不能出门。那因为什么？所以今天学校都关门。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所以学校都关门。星期日。啊，星期日也可以。因为是什么？是暑假，是寒假，对吧？所以学校都关门。因为什么？所以我们一家人去饭店吃饭。因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没有什么吃了，没有什么吃的了，没有什么吃的了，真的，还是因为是谁的生日，像上次啊，是妈妈的生日啊，所以你们都去饭店吃饭啊，是不是？是吗？那再说一遍，
因为今天是星期日，所以学校都关门。 OK，老哥，第四，再说一遍那个第四，因为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对吧？生日，所以我们一家人去。完了，第四，第五。 OK， 第五，怎么说？因为什么，所以我需要在家休息一个星期。因为我高生病了。不是，发高烧，或者你想说那个，生了一场大病，但是这个不好。 所以不要说吧，发高烧就好了。发高烧，发高烧，对吧？老师，故事吗？什么？还不行，还有如果，还有这个，如果你今天有五百块，你会怎么花？如果我花。 我会花，我会花500块。不是，你会怎么花这个钱？你要买什么？你要给谁？你要给妈妈，还是你要买什么？你去买东西，你怎么花嘛？嗯，我是丢你两年，我是男女两年，我是死你那么家没你两年。 给妈妈，要干嘛？啊，给妈妈，是不是？是不是要给妈妈？为什么呢？我想一个你，你光管鸟，我那边怎么点呢？你还小，还小，你就是你，你说的话，你要我，你还小。 我还想用不到钱，对，用不到钱，对吧？用不到钱。如果大人爷爷奶奶给跟他钱，给他怎么处理？关先生，你这个点嘞？送妈妈钱啊，送给妈妈，对。 把钱给妈妈，对吧？把钱给妈妈。那如果你今天不上学，你会在家做什么？你会在家做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那如果你今年会学，你今年学五门课，你会学什么？ 你想学什么也可以。你想学钢琴吗？想学钢琴吗？弹钢琴吗？想学吗？想学。啊，有钢琴课的话，你想学对吧？那如果你妈妈今天不做晚饭，你会吃什么？不知道。 也不知道，如果你今天下大雪，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如果今天下大雪，在家对吧？在家不出门对吧？不出门。OK， 老师，故事吗？什么？为什么？故事吗？<笑>要听故事对吧 ？OK， 来你看。 他是谁？他是什么动物？老公，你演个你。猴子。对，猴子。然后猴子有什么？想听啊，听啊，我想听。听吗？这个今天没有听的啦，今天要看这个。你想听啊？
等一下我找一下，但有听的话又有些是难的。来，小猴子问路，问路，问路，问路的话要怎么问呢？问老牛老，要怎么问呢？啊，要怎么问呢？你看这个，这只猴子怎么样？这只猴子怎么样？很不懂礼貌。对，很不懂礼貌，跟谁说话都是喂喂喂。那不懂礼貌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不知道，那喂喂喂，跟大人能说喂喂喂吗？能说吗？也能。能吗？跟大人不能说喂喂喂，所以他不懂礼貌，不懂礼貌。怎么理解？你跟大人你要怎么说呢？越南语怎么跟大人打招呼？你问个女人，你跟谁交换？你哪样？跟谁交换？你哪？嗯。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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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Cô ơi, bác ơi, bác à, ơi, ông ơi, ông làm sao nữa? Cho cháu ơi con hả? Con, cho con. Cho con tới chỗ này, ở chỗ kia. À, đấy là con đi xe rồi, con gọi xe thì con cho con tới chỗ này, chỗ kia. Con đang hỏi đường cơ mà, cho con hỏi. Cho con hỏi. À, đường này chỗ này đi như thế nào, xong rồi cuối câu con phải nói nào nhỉ? Đi như thế nào? Đúng rồi, đúng không? Nhưng mà bạn ấy không có ạ gì cả, xong bạn còn quay quay quay. Rất là bất lịch sự nha, rất là không lễ phép thế nào cả. Được chưa? À, q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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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ỉ được làm sao người lớn nói với trẻ con thôi. Đúng chưa? Mà nhớ chưa? Q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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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à không được. Khấu mama 怎么教育他? 怎么教育他？他有礼貌啊！你要有礼貌，要有礼貌，不能见人就喂喂喂。对，就không phải cứ gặp ai là cứ喂喂喂là không được, rất là, không lễ phép một chút nào cả. 要有礼貌，有礼貌。他听吗？他听妈妈的话吗？不听。他听，他不听，他怎么说？我才不管，我才不管，我就是那样叫。他就不好，对吧？他不是一个好孩子，他没有听话，他不听话。然后呢，这个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全远山小后应上学了。上学了。他背起背他背起书包高高兴兴闭住了家门。这个不是念地，这个念的。的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的出了家门。就是他要去上学，对吧？他要去上学，然后他背起书包，然后他很高兴，很高兴的出了家门，然后他好开心呢、啊，好开心呢、啊，上学去了，好开心呢、啊。然后小猴子，他很什么？他太什么？很贪玩，太贪玩。一会跑到这条路上，一会跑到那条路上，一会
跑到这条路上，一会跑到那条路上，说他太贪玩了，对吧？他太贪玩了，他没有直接到学校，他没有直接到学校，他走这条路，他走那条路，所以你看，去那边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好玩的没有？太贪玩了，不好，对吧？上次你还记得那个小猪，还有谁？我也就想到了啊，那个乌鸦，对吧？乌鸦也不会贪玩，但小猪就很贪玩。小猪，对吧？他很懒惰。那个乐一个人牛面，那个乐饼，那个懒饼什么的。我想起来了，对吧？想起来了，对吧？嗯。然后他去哪了？最后他怎么了？他怎么了？迷了路。啊，迷了路。然后他迷路了，是不是迷路了？就是哪儿？这是什么地方啊？迷路了要怎么样？怎么办？迷路了要怎么办？我小猴子看到一头黄牛，牛在路边卖水果。对，那如果迷路了呢？迷路呢要怎么办呢？牛马比狼多，你光比狼多眼啊！问黄牛，对，我问黄牛，问大人，对吧？问路人，但是要怎么问呢？你看小猴子怎么问呢？你看，连忙跑过去说：“喂，不，我不听喂了。”对，这样不好，对吧？他这样说不好，他还是老头子。去学校的路怎么走？他这样问就不好，对吧？我听一个孩子说喂，那我再不听了啊，不想听了啊。那个别人就说喂，就不想听了，对吧？不想听了，因为这个孩子太不懂礼貌了。然后黄牛呢？黄牛生气对吧？很生气的看了小猴一眼，小猴子一眼，不肯是什么？告诉他很闷啊。空气，他去不肯学校的路，对，不肯，因为这样问不好，对吧？这样问黄牛肯定不会告诉他，不会告诉他。你看，喂老头子，不知道，黄牛就不知道，哼，这个哼，就很生气的，哼，不知道，哼，很生气的。然后你看小兔子怎么问呢？小兔子怎么问呢？牛伯伯没有喂。对，没有喂。对，牛伯伯很礼貌，对吧？牛伯伯您还有您，对吧？您那个东长官呀，或者总您那个人呀，您知道。对了，对，跟了，然后我随小兔不对对对，小猴子对了。然后他怎么问呢？您知道您知道去公园的路怎么走吗？对，这样问的话，那个黄牛是怎么回答呢？沿着这条路，沿着这条路一直就往走，
不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就是公园。对，路上要什么？路上要小心呐、啊。对，路上要小心呐、啊。Câu này là người lớn rất hay nói với các bạn nhỏ nhá, phải đi đường là đi một mình đi học là phải cẩn thận đúng không? Phải cẩn thận người lạ với kẻ xấu không con nhỉ? Yo xiao xin, yo yu dao huai ren na, muo sheng ren na. Đúng không? Lu shang yao xiao xin à. Wo sui xiao hu le, bu sui. Đây, sui xiao hu. Na, huang niu zhe me shuo de hua, zhe me shuo de hua, xiao hu yao zen me hui da ne?怎么回答？怎么回答？谢谢。对，谢谢，要谢谢，对吧？谢谢牛伯伯，这样就是很懂礼貌的，对吧？嗯。和小。然后他就走了。嗯，他就走了。小猴子说什么？啊，小猴子说什么？就是觉得很奇怪，对吧？为什么黄牛就不告诉他，对吧？为什么告诉小白而小白兔而不肯告诉自己？không thèm nói cho mình biết đúng không？回到家后，他把事情告诉妈妈，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妈妈，那头。老牛怎么不告诉我我学校怎么走啊？怎么不告诉我学校怎么走？那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说喂，嗯，因为小猴子说喂，然后不懂礼貌，对吧？不懂礼貌，那妈妈怎么小猴跟小猴子说呢？那是因为小白兔很懂礼貌，小白兔很懂礼貌，很懂礼貌。而你不懂礼貌，为什么？对，不懂礼貌。猴妈妈知道。猴妈妈，因为知道，因为那个小兔，因为小兔不是把事情告诉妈妈了吗？已经告诉妈妈了，对吧？对吧？所以妈妈知道有小兔，小兔是这么说的，小兔是很懂礼貌的，对吧？我随小兔。对，是的。然后小猴子听了以后，他怎么说呢？连忙什么向妈妈保证他也要变成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对，一个有礼貌的孩子。然后妈妈怎么跟孩子说以后要有礼貌，别人就会告诉你，懂了吗？嗯，要有礼貌，别人就会告诉你，懂了吗？他懂了吗？我明白了，我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啊，有礼貌的孩子，对吧？有礼貌是很重要的，真的关照农民，要懂礼貌，要有礼貌的一个孩子。那 Kenta 呢？ Kenta 想做一个我随小白兔，不小白兔知道，但是那也照怎么说，要怎么说？光粉能改的，就是好小白兔中间吗？我要做个有礼貌的孩子。对，要做个有礼貌的孩子，对吧？有礼貌的孩子。要再来一遍吗？要不要再来一遍？你说一下。
有一个什么怎么样的小猴子？不什么不懂礼貌的小孩子啊，跟谁都说什么？喂喂喂，妈妈妈妈妈妈，经常和妈妈教育他，教育他要有礼貌啊，但是他不听，对吧？但是他不听，就是不听。然后呢，他去上学的时候，他怎么了？去上学的时候，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迷，他迷，来来回来，他迷路了，对吧？他迷路了，迷路了。为什么迷路？因为他很贪玩，你看，他太贪玩了，太贪玩了，对吧？他们chơi nha, bạn ham chơi mà bạn không đi thẳng đến trường, đấy, đúng không? Vì đâu bạn trừ chia? Vì đâu bạn đi ưng đi đường nào, đi đường này, bạn đi đường này? Có nhiều đường mà con, có nhiều đường, sao bạn lại rẽ ngang, rẽ tắt, có nghĩa là bạn rẽ vào cái đường này. Chứ bạn không đi thẳng đến trường, đúng không? Bạn rẽ vào con đường này, bạn chạy ra con đường kia, thế là bạn lại đi lạc đường thôi, đúng không? 一会跑到这条路上, 一会跑到那条路上。然后迷路了要问问大人，对吧？问路人，但是他这样问啊，真的很不礼貌，所以小牛小黄牛黄牛大黄牛什么生气了，对吧？生气了，生气的，然后不告诉他，对吧？但是小白兔呢，小白兔礼貌的礼貌的问什么，什么小猴子是不是一个不礼貌的小孩子啊，不懂礼貌的小孩子，因为一开始他不懂的啊，一开始他不懂，ban đầu bạn không hiểu thì đúng không, bạn không hiểu, không phải sao bạn gặp vào cái trường hợp này thì người ta không nói cho bạn ấy biết, đúng không? Hoàng Niu mấy ở cao su tha, suy, ta chứa đợn chú quay.他一开始他不懂，ban đầu là bạn không biết nha con nha, bạn không hiểu như nào cả, phải có người lớn dạy và bạn phải làm sao bạn gặp vào trường hợp này rồi thì bạn mới rút ra bài học cho mình, đúng không nhỉ? Về nhà làm sao? Về nhà mẹ nói làm sao? Mẹ nói cho bạn ấy biết thì bạn mới hiểu, đúng không nhỉ? Có nghĩa là gì nhỉ? 以后要有礼貌，别人就会告诉你，对吧？要有礼貌，别人才会什么？爱你喜欢你，对吧？要不然他们就讨厌你，讨厌，对吧？讨厌你的话就没人跟你玩了，对吧？没有朋友，没有朋友，有空没事我都有người bị nhiều người ghét đúng không? Sẽ không có bạn bè nữa, đúng không? 来，小朋友们。小朋友，通过小猴子的故事，你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不要，不要什么？不要，要跟大人说，跟大人说，喂喂喂，对对对，然后要什么？要。礼貌的，对吧？要礼貌的跟大人说话，对，要礼貌的。如果你是小猴子，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怎么做？关心来没闹你？我是人，不是猴子。đây là trong trường hợp vậy thôi. Trong trường hợp là con đặt vào trường hợp là nếu con là bạn ấy thì con sẽ làm như thế nào?chứ không phải là con sẽ là bạn khỉ đó, đúng không? Trong trường hợp mà nếu mà con cũng đi lạc đường như vậy, con gặp phải người lớn thì con sẽ hỏi như nào? Tao sẽ theo tờ. Chỉnh con, nỉ yêu mà con lại quên rồi, con phải. Nếu bùa bùa, tao sẽ theo tờ, tờ lưu sẵn mà dấu.啊，怎么走？怎么走呢？您告诉我，您告诉我，您告诉我，
到学校的路不怎么走。嗯，怎么走？怎么走呢？对吧？小兔子那里值得学习吗？值得过两年好的朋友跟你讲，值得学习吗？值得学习，对吧？很值得学习。对，值得学习，因为他很礼貌，是哪个地方 ？OK， 你知道啦，要懂礼貌，要做一个什么？礼貌有礼貌的孩子，懂耶？còn lần trước con còn nhớ cái gì mà làm một đứa con làm sao nhỉ? Làm một con đứa con có hiếu ấy con còn nhớ không nhỉ? Cái gì nhỉ? U ya cái gì nhỉ? 要做一个人故事。我很什么？还记得吗？公公牛哼。要做一个什么孝顺的好孩子？孝顺的，像都勾卷都颠过转来了个卷子。vẫn là câu chuyện này mà nhỉ, cô nhớ là câu chuyện này mà. À, thỏ rồi và thỏ, đúng không? Uguê, tiểu thú và uguê, hãy chỉ được mà, còn nhớ, hãy chỉ được, đúng không? À, không được đại ý, không được 嘲笑, à, 看不起别人, 要坚持不懈, 坚持不懈, uguê, 坚持不懈, 然后那个是顺孝顺的好乌鸦。是要什么？要做一个孝顺的好孩子。然后这个斧头，你看贪玩啊，贪婪啊，然后偷懒啊。我还记得。对，都记得，对吧？都记得。小红帽，然后小兔子乖乖，司马光砸缸，还有什么？三只小猪，嗯。还记得三只小猪盖的是什么屋子吗？花牛面，你家狗家这么的耶？稻草屋，对，稻草屋。是大哥，猪大哥。然后猪二哥呢，做的是什么屋？木屋。对，那。小弟，嗯，猪小弟是做了什么房子？砖块的房子。砖块的房子是？对。什么意思？嗯，是什么意思呢？你家的房子啊，是用什么来盖？你要关了，谁帮你建？谁帮你建？你要关谁帮你建？你家板工谁帮你建？谁帮盖？được không tròn khoại vì đó bạn bắt trước kiểu xây nhà con bắt trước không phải bắt trước mà bạn làm sao bạn dùng cái vật liệu cái nguyên liệu đấy thì nó sẽ rất là kiên cố đúng không, nó rất là vững chắc đúng không, nó không như là gì nhỉ, tàu chảo u làm sao gió thổi phát này hay là bão đến phát này sẽ có phải bay mất không, đúng không? Còn nhà bằng gỗ thì có phải là cầm cái rìu hay là cái gì đây đập một phát là nó rơi, nó làm sao nó gãy, nó vỡ ngay, hoặc là thậm chí có lửa nó sẽ cháy mất, đúng chưa, tôi bảo nên là làm sao nhà bằng gạch này thì chắc chắn là sẽ là kiên cố nhất thôi, tôi bảo sư đúng nhỉ, sư tôi bảo sư ok hảo. Hôm nay kết thúc sớm một tí nhá. Buổi sau cô cho nghe tiếp nhá. Buổi sau lại xem tiếp. Bởi vì có nhiều video clip, nhiều câu chuyện hay lắm nhưng cô không tìm được video clip. Ví dụ như là gì nhỉ? Cá nước mắt cá sấu này. Đúng không? Con nghe cái này con nghe chưa? Nước mắt cá sấu con nghe chưa? Nước mắt cá sấu hả? Cái này 2 đến 3 tuổi. 2 đến 3 tuổi thôi. Con 2 đến 3 tuổi. Không, mình nghe hết, có nghĩa là tiếng Việt cũng nghe rồi, nhưng bây giờ mình học tiếng Trung mà, mình dùng tiếng Trung để mình kể lại chứ, tôi bảo. Xong có rất nhiều câu chuyện hay, nhưng cô không tìm được video clip thì mình đành phải xem cái này thôi, được chưa? Nhá, yeah. Ok.
刚刚你什么的，那来，再见，再见，再见，嗯，再见。